近，我觉得有一种有点压力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应该站到这么近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应该这么吵，还站在旁边。我不应该被放在这世上，太悲观了吧。好，那我想问你，我今天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角色？因为我很喜欢，就是孙飞扬跟曲云的故事，然后孙飞扬他对曲云的爱让我很感动，我看那个剧情看哭好几次。哦，被剧情感动到了。OK， 那另外还有一个小道消息，听说雨流现在在一个蒸汽朋克咖啡厅上班。对，是一直开蒸汽朋克店，然后从培训做到现在。所以在里面是指示，是指示。哇！所以想要看到本人跟他互动的，可以去他刚提到的一家店家。对，那你在咖啡厅里面，你是都办指示，还是你会当顾客？特别节日的时候会要求多成品。特别节日用，那个可以跟你交换一下 LINE 吗？他明显的，你不是可以传一张照片给我，我会过去。他明显的。喜欢雨流的，记得有没有粉丝团？怎么搜寻？雨流哦，就打雨流就有了。好，喜欢雨流的，想要在咖啡厅里面 get 到雨流的，就 follow 他的粉丝团就对了。好，今天谢谢雨流，非常谢谢雨流，那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